个很重要的一个消息传递、资讯传递的一个可以讲的平台了，是吧？我们的刚讲的既还三个条宗旨，时间赶不上，你这个有网站的马上就会上去了，比较好。因为网站里又有很多很大，开什么都有，是吧？你既开全部的那一张，容纳不了什么问题。新建网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在这个吴燕，我也看了，长得是你手的碟，打开来看一看。那这个资料实在太多，就是看都看不完。因为我这个喜欢摄影啊，他的摄影作品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还是依着现在这个基础，我继续把这个发扬，要把宣传工作做大一点，让大家多看，这样子就很好。谢谢啊。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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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董事长，谢谢。